最近没钱了，先去看看我的 KS 涨了多少个粉丝吧。那可是我做四个小时发的视频，一定能火的。他们怎么都叫我直播洗澡啊？但是为了钱，试试吧。发完作品了哇！刚发完这个作品，就有十多万人给我点赞。已经八点了，我该直播了，这次应该能挣很多钱。到了洗澡池了，先换一个衣服，先放上电脑，一会儿直播。换好了，我得快点直播。感谢王哥送来的摩天轮，感谢李哥送来的火箭瓦，感谢我家小王送来的520跟穿云箭。小王，小洛丽，我们两个加个微信呗。好呀，王哥，妹妹听您的，哇哇哇，感谢王哥送来的1314个火箭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先下播了，王哥，我们私聊吧。微信，王哥，明天我们私奔吧。我好呀好呀，王哥向你转账520元，我谢谢王哥，先睡觉吧，明天跟王哥私奔，一定能获得更多的钱。早上了，我还要跟王哥私奔，仔细一看，我的这个房子可真小啊，我要到王哥那里领完钱，买一个最豪华的房子。王哥家好豪华呀，我先要招待一下王哥，领了钱我再去买比这个更豪华的房子。你终于来了，我想看你在我面前踢衣服。好的，王哥，就是费用记得交一下，踢完后给你100万。好的，王哥，我先去楼上脱衣服。好了，赶紧去找王哥，不要让王哥等急了。王哥，我好了。你身材真棒，你来抱一下我。嗯，只要能给钱，什么都行。王哥，我去你的箱子里拿钱了，好多钱呀，正好100万，全部带走吧。王哥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好的，你走吧，下次再来我这。今天赚了好多钱呀，我要买一套很好的房子，搬走之前再值一次播吧，还能得到额外的几万块钱。哇哇哇哇哇哇，感谢这个李哥送来的1314520个火箭，王哥大驾光临了，感谢王哥送来的5个摩天轮，那么哒，先下播了。爱你们哟。我要买房子了，我要买一个最顶级的房子。这个房子好漂亮呀，就买这个吧。你就是把卖这个房子的主人吧，这个房子我买了钱给你了。我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了，里面好豪华呀。这里还有一个最新型的电脑，以后就用这个直播吧，我先看看这个怎么用。
我回来了，我是真的不玩快手。我相信你一次吧，你在外面工作总共赚了多少钱呀？我工作不容易啊，我只赚了5000块钱。那你先把我的养老金给吧。好的，好久没回家了，我先坐一下。妈木，你要多少？我只要2000块钱，你挣钱不容易，就这些吧。好的，我给你。我给你了，竟然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今天又损失2000块钱，再值一次播吧。果然，新房子里的水都是清澈的。哎呀，这不是上次那个李哥吗？欢迎欢迎，花屋，感谢李哥的100根穿云箭，大哥牛逼，大哥666，花开富贵，你长得怎么这么像我女儿？心想，我的妈妈怎么来了？先赶紧下播吧，宝宝们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拜拜了。差一点就被发现了，先去看看我的妈妈给我发了些什么。既然妈妈已经发现了，就把实话跟妈妈说吧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其实快手上的就是我，我只求你原谅。我知道了，我的乖女儿，知错能改是好孩子。我知道你都是为了钱，我原谅你了。那我现在能搬进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吗？当然可以呀，这种错误我以后不会犯了。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我的新家。妈妈，以后我们在这里和平的相处吧。好的，我的乖女儿。我叫安然，今天是我当保姆的第一天，看这个房子就知道主人肯定很有钱。少爷好。夫人好。你的房间在2楼，对了，我的房间你不能进去。心想，为什么少爷的房间我不能进去？而且少爷长得那么帅，那个死八婆长得那么丑，着有一天我要取代他的位置。少爷夫人，我要出去买下东西，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，赢得少爷的芳心。我去买一套裙子穿，就穿这件裙子。少爷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安然，你穿得好漂亮，前凸后翘的。啊，昨天应聘的保姆，让今天去试一下，可不能晚了，要找个好看的衣服，就这个吧，去换衣服。感觉还不错，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啊。应该就是前面的房子吧，要快点了。应该是这家了吧。少爷少奶奶好。少爷，你是新来的保姆吧？先去熟悉熟悉环境，就去做饭吧。嗯，好的。心想，应聘的不亏啊，这么帅，你还别说，这家还挺豪华的。去做饭吧。做好了，放桌子上吧。少爷少奶奶，饭做好了。来了。少爷，恭喜你被录用了，明天继续。谢谢少爷。心想，很开心啊，我被录用了。未完待续。